非常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亚太地区的杰士直播，就是我们的五月版了。那今天呢是特地为大家准备的五月版本的亚太地区的杰士的直播。那今晚的节目呢将以以下的内容为特色的。那当然我们有就是 Right True， 还有我们的来到了我们的 Executive Lucy West， 那就是我们的全球领域发展执行总监 Lucy West。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 Talk Hutter， 我们的领导培训来自美国的。 还有呢如何在危机中创造起来， Lindsay Bernard， 就是从澳洲来的。 那当然呢还有我们通过 Live Globally， 就如何通过我们的全球平台和数字业务模式， 我们邀请我们的开发首席主管全球共赢的 Dennis Winslow。
那今天我们全部都在美国，在这里啊，在关闭的在家里中啊，然后呢和各位来一个尤其是 DJ Rankin， 他从他的家里呢，就是和我们来这里有一个社交媒体的这个赠品，还有抽奖游戏，全都由 DJ Rankin 举办，我们的特别嘉宾。再次非常感谢各位呢来到进来我们的这个书的直播内。那我们呢就在 Utah 在这个地带呢和大家见面。 Roy 你好吗？有没有一些好消息给我们呢？ Hi Chris 你好，非常感谢各位呢能够来到这里，尤其是亚太区的，非常谢谢各位呢。我看到很多人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加入了我们，那尤其是这个的瘟疫啊，这个疫情的关系，我非常珍惜我们身边的人，而且有些伙伴呢、朋友们呢，在此我非常感激你们，珍惜你们，全部人都一定要保持卫生，保持安全的。那我们这里呢有一些消息想要跟进给各位的。那当你看到有些事情突发事情危机性在发生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很多裁员啊，很多公司倒闭啊，那其实呢来到我们的直销公司的城市，来到我这个多媒体，尤其是来到我们的 MLM， 就是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人会加入我们。对，来到杰斯的话呢，就是几个月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下降也没有裁员，反而的更多人加入我们，更多的这个生命量流入进来了我们的公司，我也吓到了一下。那要记得有一半的在亚太区，很多的公司办公室在亚太区的地方国家都关闭着的，因为呢我们没有这个运输公司，没有这个流量，完全是零蛋的，知道吗？就尤其是但是呢在全世界来看，全球来看，我们几乎真的是吓到了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销售额是被增长的，是增长着的。所以非常感谢各位的伙伴，我们的这一些总裁们陆陆续续的加油加把劲，然后把这个呢可以推到另一个新境界。现在呢坚持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直要持续以恒的保持着这样子的联系，这样子的能量呢，因为呢我们要激励更多的伙伴呢在这里呢可以做到更多的生意量。尤其是你在家里的话，就算你在关闭家里也没有关系的，因为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些信息啊，来自面子书，我看到你们了，他都陆陆续续的 DM 给我了，我也看到你们，非常感谢。其实我都有和你们在陆陆续续的紧密的更新着，和你们的联络着，非常谢谢你们都一直以来支持一天公司，支持着你们自己行业。现在呢我们还有入门配套也在进行着，我们也有促销，就是我们 Diamond Vision， 我们的新世界也正在陆陆续续的推出。待会儿呢 Lucy 会和我们讲解更多关于这个 Diamond Vision 的，那这个项目是怎么样来做的呢，这个促销是怎样的呢，那待会儿呢 Lucy 会和我们也说更多的详情。我相信很多伙伴都很想知道，哎，这个 Diamond Vision 新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促销。那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那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幕后工作人员嘛，而且很多很多个月呢我们在这里都一直很加把劲的努力的，而且我们有新的这个方向，就是在孟加拉还有越南我们会开拓这两个市场，你知道吗？当我们要开拓这两个市场的时候呢，瘟疫就开始了，新冠状肺炎就开始了，所以那个他们那个时间表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孟加拉会是我们的第一个开拓市场，会是我们第一个市场要开拓的。然后呢我们会有得到那个国家的很多的认证啊许可等等的，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更加的确保我们的流程是对的，而且是正确的进行的。那如果任何一个朋友，你们自从孟加拉来的朋友呢，请记得和他们联络、哦、如果你有朋友住在那个地方，叫他们加入我们大团队。然后在越南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也是已经和那边的政府已经注册了很多人可以认证，我们也是在等着那边的政府呢给予我们更多的信息还有关系。我们那边已经知道在哪里要创办的办公室了，在那边我们已经知道在哪一个地带呢要开创我们的公司，
已经大蓝图出完来了，这个格局都出来了，这两个国家我们现在就是要执行而已，我们要越尽早执行越好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更新，很多人说 Roy 我没有去这个旅程了，我不要得到新冠状肺炎。那现在我们有换了我们的冰岛的旅程，我知道很多伙伴都很伤心，但是能怎么样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但是有一些人就说非常谢谢 Roy， 因为你的这个决定，我们也不要在这个疫情下发生任何事故了。如果来到这个冰岛的话呢，我们是推迟到十月的，但是现在还在有待观察吧，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看这个瘟疫的情形，因为我们不要让每一个我们的经销商、我们的总裁受到伤害，因为这个疫情，所以我们非常的保护你们。我们每一天都在跟进着到底多少个人，在这个疫情中受到伤害的，就我们不要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任何的一个总裁或者经销商的身上，尤其是来到韩国等等的地带。所以如果你们的国家基本身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瘟疫的情况还是什么，我要就是持之以恒的保持下降的状态，如果这些疫情一直在下降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可能会执行，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会和你们一起跟进的。那在这里呢，我要有一些些的表扬。那在这里我要开始的这个Safire 就是我们的总裁嘛，对不对？那其实呢，要做到这个绿宝石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呢，你要持之以恒做过12年的某种特定的这个级别，你才可以到我们的绿宝石级的总裁绿宝石这个经销商是不容易的。那刚开始呢，我要表扬的，来，我们去到我们的DJ， 来，我的男孩，我的 DJ 在哪里？嗨，各位 ，Hi Roy， 那现在呢，我们需要表扬我们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经销商啊。那在这里，就在你们下边，就在你们 comment 的那个地区呢，写留言。来 ，Ethan Chu， 还有，再来，还有，唐正，还有。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 Jenny 甜品章，来，这里就是我们的澳洲的 Gigi Chang， 还有 Yamisha Chang， 然后的还有丽玲，还有我们也是在澳洲的 Lee Feng Huang， 还有澳洲的 Meta Ariana Rakuru， 继续也是和 Nelson Wan， 也是新艺术，还有吉利，从澳洲来的 Selena Jilin。从澳洲来的新马，从澳洲来的银头蝉，还有澳洲来的林头，还有甜品的朋友，来给个鼓励掌声，给个双下拳。印度来的 Rainbow Singh， 印度来的 Vincent Thomas Coleman， 还有印度来的 Meta Kuma， 印度的 Siska Vidyasari， 印度尼西亚的，还有印度尼西亚的 Vilai。来自马来西亚的伙伴们 ，Akra Arafin， 还有欧阳诗信，马来西亚的朋友邱昭宽，马来西亚来的魏超，还有马来西亚来的 Mr. Harrison Rahman， 还有马来西亚来的 Peggy Chan， 还有马来西亚来的小红果，接下来也还有纽西兰的，来给个鼓励掌声给我们 Abby Shankor， 还有纽西兰来的 Daniel Bay。菲律宾朋友 Eden Talon， 还有菲律宾 Eric Unsoft， 还有来到我们的韩国就是张明佑，还有李永旭、李一阳、Park Min Young， 还有泰国Prakash Jumpiron， 来 Roy 到你了。谢谢 DJ Rankin， 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有其实很多很多的伙伴呢，已经经销商的慢慢的被进阶成我们的绿宝级的这个经销商。接下来呢，就到来与我们的 DJ 来，
给我们知道一下我们的这个总裁是谁。来到我们的25集，小张的绿宝石。如果你看到认识的朋友的话呢，就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的名字。有，来我们的 Super Chain， 来柬埔寨的，还有印度的 Rick Devi， 印尼西亚的西康 Vivian Sari， 马来西亚的 Blue， 马来西亚的 Sarinia， 马来西亚的 Misha Harsipur Rahman， 以及接下来还有菲律宾的 Victor Aganas。菲律宾的 Susan Gacho， 新加坡的拍摄人 Juliana Wong， 还有我们的韩国的 Park Hyun， 还有朴炫赫、Chow Song Ha， 来 Roy， 交给你了，谢谢你 DJ 等待了他们。再次恭喜各位，我们的这个绿宝石25级的经销商，你知道吗？不容易有来到25级的这个经销商。非常难的，比我们的合格经销商还要难25倍啊！现在来就带的这个我们的蓝宝石的50级的经销商，来到蓝宝石50级的经销商，再一次的恭喜各位呢，25级还有50级。那这个是今年的3月的时候被受认可的，来 DJ， 来到我们的蓝宝石50级的经销商，恭喜我们的 Willie。现在还有马来西亚的 MD Rashid Islam， 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邱少矿，马来西亚的李外义，菲律宾的肖韵丽，还有泰国的 Wendy Wong。 Hi Roy， 给回你了，哇、wow， 非常棒，很快的就来到我这里了。那接下来呢，就到哇、wow， 很棒的星光蓝宝石的经销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100回旋的，这个是要100轮的，不容易，而且是要50轮50级，而且这个呢，这100轮的话呢，要达到的这个级别的，就是不容易。再次恭喜各位，非常棒，因为这是很像的一个总裁了。来 ，AJ， 来告诉我们是谁吧。来到我们的星光蓝宝石级的经销商，那就是马来西亚的欧阳七岁，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我们留言。这是马来西亚的家属亲，哇，好棒！我们一起来个大派对，好不好？哇，给他们一个 relay 掌声，真的是用你们的手掌这样子来拍掌，好不好？好，我非常棒，来 Roy 来给回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更加棒的，就是在 Ruby 的。那如果在 Ruby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红宝石，非常非常棒的。来 Ruby， 恭喜你们来到那个亚太区，你们代表的亚太区的伙伴，你知道吗？非常棒的经销商，你还只需要一点点的努力而已，你就可以到了我们的这个转身了。来，我们来到 Rudy， 好，来 APEC 的话呢，让我们有印度 Kumar DJ。马来西亚 Japan Washi Bright， 还有马来西亚的 Mohammed， 还有 Zimbabwe Jennifer Ricky Tendai， 恭喜恭喜各位。来 Roy， 给回你了，交回给你，非常谢谢每一个贡献啊，这个公司贡献为你自己的收入贡献的朋友。在这个瘟疫下呢，其实很多人因为你们的这个坚持，你们的恒心，还有你们的这个思维非常重要，来到这个行业，我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也非常期待你们可以得到更加高的荣誉啊！来到这个行业，在这里呢，接下来我要 Lucy Beth， 我要邀请 Lucy Beth， 我们的全球领域发展执行总监，因为呢，他要告诉我们呢，关于这个 Diamond Vision 新视觉的这个促销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再一次我要恭祝各位呢，我需要你们的这个来一个大的拥抱啊，就是虚拟性的在网络拥抱，好不好？那给各位支持，给各位的掌声还有鼓励，爱你们。非常谢谢 Roy， 非常谢谢，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拥抱了。那
所以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需要我们自己上的接触，是自己上的这一个拥抱。但是现在我们不可以拥抱嘛，对不对？我们那现在呢，我们有新来哥的朋友在来看着我们了。这一次呢，真的是因为这个疫情，让我们看到我们利用了另外一个方向啊，来和各位呢。刚刚呢，我就和很多在亚太区现在的时间也和我们完全是相反的，对不对？12个小时、16个小时后的。那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到呢，我非常感恩，非常吓到看到你们全部惊人的表现。那接下来呢，那尤其是来到呢，等一下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双钻的总裁来和我们分享更多的，因为我们要这个促销呢，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紧紧相关、紧紧相连到的。这里呢，我的工作呢，在这里就是 Saluis， 还有我们的首席。全世界的首席都在为这个 Diamond Vision 新世界的这个促销呢，可以更加贴切的到你们的国家，而且已经有3年了，因为我们已经有的这个促销有3年了，而且我们也是知道好与不好啊，可以跟进或者不能够跟进的东西，所以在 Diamond Vision 新世界的话呢，就这个是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是跟进了很多很多，我们进步了非常多。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10个，这20,000元的美元额外现金奖励哈，特地是全球性的奖励计划给你们的，截止是在2020年4月30号晚上到6月30号晚上10:09结束的。那这里呢，你可以下载这个信息图，你可以 po 出去，你可以贴出去你的面子书啊，种种种种的社交媒体的平台都可以。然后每一个的这个。讲解的话呢，都是被记录下来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在那边的，都可以让你去下载的这个表图图表也都可以的。很多人呢在这个行业都知道的，这个促销是多么的重要。很多的经销商都很想要这个东西的，因为呢，来到这个 Diamond Vision 的新世界的话呢，通常我们都是在。年终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现在5月、6月开始，当你越努力的要得到这种美元的话，是大大的额外现金奖励，你知道吗？那这将会是帮助你，尤其来到5月、6月，然后到7月，然后我们就会给你钱给你们的，这种奖金就是给你的，对。因为呢，很多朋友我知道呢，可能现在比较销售难啊，有一些财务上的这个原因啊，财务上的约束，放心，这些都会给你们的。只要你拿到的，越努力就越幸运。那我们还有下一个表，那我可以给你们看，来，就是这个，来，我们上一点点，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很小。你可以拍照，或者你 screenshot， 你可以拍照，或者你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下载。那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做东西，你要知道的东西。如果你要做经销商的话，多少的 PGP 是你得做的？就是5月、6月，那要得到我们的这个翡翠经销商的话呢，就你其实是需要慢慢的晋升。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不光就是最高的这个奖励的话呢。如果你看到，蓝宝石啊，蓝宝石25级，你就可以看到，全部你都可以得到满满满满的奖金。然后我们就到我们的 second rank 在这边。如果你可以看到50级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蓝宝石的50级。就算你已经赚了6000元，过往的2年吧，但是来到了这个我们的蓝宝石的。你还是可以，就只有在这翻译25级的话呢，你可以得到的，就是一个促销的话呢，就58星可以得到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行业上啊，我们每一次都是根据着你的这个晋升，还有根据着你的这个级别来给你的。那在这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为什么呢？很多人和我们的 Jeanette 和我们的这个接触很久了，他们知道要怎么说的这个蓝图，他们知道。那当你的这个级别越高的话呢，你就知道就高低起伏嘛，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是如果你可以重新的再进入的话呢，那就是更棒了，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呢，看到很多人都可以重新获得资格的，而且你可以赚取新的级别，在促销界获得需要的 TGB。这个呢，我们就是让你们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工作空间。那我知道呢，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也觉得非常棒。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这个是我们总裁级别的。DJ Rankin 刚刚还有 Roy 刚刚有说了，我们的新晋生的老师的，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个晚上的时候表扬的？也就是促销开始的时候，因为呢，这个循环性的级别将是在第二天的时候更新的。啊，当我们在11:59 live 的话呢，直播的话呢。5月1日的跟进全部都会在就是重新的这个重塑过，也是重新的跟进的，所以你可以在5月1日、6月1日、7月1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更新的。如果是你经销商的话呢，你就不是摆每个月了，就是每一天你要几时看都可以你的这个更新。那当然是总裁的话就比较特别，因为他们呢都是我们的非常宝贵的这一些总裁们，所以呢，来到红宝池的话呢，你就觉得，可能我还是在 Sapphire 吧，还是什么？但是你看，你就可以获得了这个资格，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新世界 Demovision 的这个活动了，而且你也得到了这个，所以这个是双赢的模式，这个是双赢的模式。那看看你的这个，不比看一下你的钻石三钻的。那来到第一次呢，其实第一次在公司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促销就是派钱给各位，就是高达20,000元啊，好多的，就乘一千循环啊一千三口，然后就正算你自己的汇率是多少，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所阻，但是我们没有被受这些影响。那这个如果你是南美的话呢，你也可以，可能你去年做了这个方钻或者成为的钻石总裁，那怎么知道你就在这几个月又没有再做到了？但是不用紧，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给你们重新进入重新获得资格啊。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FAQ 就在我们的这个电子邮件里面。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报告，我喜欢分享给你们这个报告，因为我让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可以看到你的 PGV 在哪里了。那这个是经销商的报告，可能大概25%你可以得到，或者75%的奖金你拿到了，你可以拿到部分的奖金等等，你都可以看到。那所以有一些朋友有些会觉得哎很混淆不明白，你就可以看到很明白整个表格我放给你了。那如果你的这个 PGV 是到达一定量的话呢，它那边也会有更新册的，你会看到你可以拿到多少的这个部分的奖金啊，total的奖金你会拿到多少，120，120，120，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获得资格的量，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还欠多少可以上到另外的级别，你可以停在那边，或者可是已经赢在了，你一定赢了这个奖金。经销商了，为什么不再继续呢？你就可以成为更多钱，就拿到更多钱啊！谁不要呢？就是因为这个呢，就是创造的行业，就是更多的奖金。我们就是一直在给着现金给你们。现在，那当这个促销没有的话呢，你都还持之以恒，还有更多的这个熟客，更多的潜在顾客，慢慢陆陆续续的开拓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用你的市场，每个人有自己的市场，你也知道怎么样去创造了出来，因为这就是。通过了这一个样的一个报告，这样子的一个，我可以告诉你，你会成为很棒的一个导师，你可以创造行业的导师、引导者，你就可以成为了，你就慢慢可以到从经销商，普通的经销商，就可以到了红宝石、蓝宝石、翡翠、珍珠，慢慢的进阶，慢慢的这个晋升了，就像很多人。刚开始进来结识的，来，我们去到下一个，给你们一个，这个两个月嘛，5月和6月，现在5月中了，
那别等到最后一分钟啊，如果你可以早早做完一千轮的话，你就做完吧，那就到六月的话你做五百轮而已，那达到你的 PGV， 那可能六月头的时候你就可以搞定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蓝图，你要有个计划该怎么做，然后呢你要去老板的下线，如果有十二个人的话，可能不是十二个人都会破网的嘛，可能有六个人会做，所以你真的要作为领导的你了，或者是上级的，你要知道哪一个是有潜在性的爆发力的，他们是黑马，他们可以做到更大。所以在这里呢，可能你只是拿了个 CFA 力，你就拿到这个你就选这个比较棒的这个伙伴，他拿到更多的 PG， 你要得到更多更高级的，可能是不同的资格，可以拿到不同资格 qualify 的这些 supplier 的这些潜在黑马，就是你旗下的人非常棒，那你就很快可以到钻石了。那我觉得其实最让我最兴奋人生的这个整信我的话呢，就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促销。当我跟他们说这个促销的时候，在迪拜啊，在土耳其啊，在波兰那哪里哪里都可以，在葡萄牙，他们都很喜欢这个新世界，这个 diamond 这个钻石的新世界。他们说这个 diamond vision 简直就是棒极了，因为让更多下线、上线都得到更多的奖金，为何不好呢？对不对？做越多就越好嘛，也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我们。所以呢，还有更多的详情，今天我只是这样大概的这样解说一轮。所以呢，你们可以看视频，你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去到你们的这个。那么送你就 Jake Club， 在那边 The Office 那边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那你点击那一个 order 的时候呢，有29个不同的语言，你要什么语言都可以啊。就如果你的下线如果在马来西亚啊，或者有一些人有一些朋友在法国的，他们也是做这个行业的，去给他们法文的吧。那这些已经是我们准备好给你的，已经是被翻译好了的一些文件啊，谁可以做到最好的话呢？这个是全球性的表扬，我告诉你。那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很想要把这个当做副业，慢慢的进阶成为他们的正业的。那当你已经知道了你该怎么做的时候呢，你说嘿，你知道吗 Chris， 那我告诉你我刚刚收到了这个讯息，现在傍晚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吗？好消息呀、啊！那有一天是早上的空，有一天是傍晚的空，你就直接单刀直入的开门见山的告诉他们。这个呢，就是高级别的这个促销啊，我真的是很期待啊！这一个促销，这个新世界 Diamond Vision 的好处，那我真的是非常期待各位呢。可以紧接着加把劲了，把这个做好。尤其是来到五月六月的，我就一直会在跟进着各位跟进着的。那我觉得呢，这个会很棒，世界上最棒的促销。非常谢谢各位，那继续努力，加油！谢谢 Lucy。那你刚刚说我们已经有七千多吧，100多次的哇，很多了，对不对？哇，有700多个，哇，都已经可以晋升了，哇，这一个月已经有这么多人的加入和晋升了，那我非常期待下个月那个活动啊，会进行到如何，应该会非常非常棒的。我真的觉得有700万的，对，你的团队月份营业高达700万美元了，对不对？这真的是令人，这是令人惊叹啊！哦，那应该是下一个的。好，我真的知道呢，有高达2万美元的每一个人啊，真的是非常棒的。那我相信呢，很多人需要这笔奖金。非常谢谢 Lucy。那现在呢，我们有我们一个朋友，那来到了这个单。Tonight, and I dragged you in because we had a chat. You and I
your business and how you've done in the month of April with your team. You told me that your team has done over $7 million in April, and from that month, from that business in April, you've cracked triple diamond and double diamond. You've got 4 new diamonds, 6 new emeralds, 15 new rubies. So for you and your team, 2020 has been amazing so far, and over just the first 4 months of this year, over $20 million in sales for your team. So man, you are on fire. What's your secret? You know what, Chris? You know,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Jeunesse Global, all the corporate team, the owners, the founders. This has just been an amazing opportunity. And honestly, Jeunesse Global is a go company. Everything is put in place so us distributors can go. No holding back. 我没有向后看，我全部都是向前看。Lucy， 你非常棒的领导 ，Roy、Chris， 真的没有你们的话，就是没有我。这简直就是一个值得向前冲的公司，而且就是非常棒的话呢，我就一定要下把劲，就是要加把油吧，对不对？就是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就对了。因为这个公司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兴奋，这个公司在2020年让我达到了新高峰啊。你告诉我你对这一次的 Diamond Vision 促销呢感到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新世界 Diamond Vision 这个促销与其他促销有何不同呢？就像 Lucy 说的，那这个促销我在接触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从来没有面对过他们前所未有的豪迈还有豪放。而且 Lucy 告诉我更很多的这个促销的详情，那其实我也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促销呢它真的是让我还有我的团队我下线能有一个非常棒的凝聚力，因为大家都很兴奋，因为都是在派钱的这一个活动。尤其是来到钻石级的话呢，卢奇有说的，因为卢奇可能有说到钻石级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很多的收入，但是呢这一个额外的美元给各位呢会更多的收入。那通过此事你说的你有用了很多的这个潜在客户，你有一个哪些的方式吸引到新的潜在客户啊？其实，那其实此次的这个促销，你是如何通过哪些方式吸引新的潜在客户呢？那知道了，现在这个全球性的也是有最棒的促销，还有最棒的这个现金派放，在最多的 MLM 的公司上的直销公司，他们是给最高的。那所以我不用怎么样收他们，我其实只是展现那个图表。就你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高达$20,000呢，每一个人都吓到了，对不对？当他们算他们国家的汇率的时候是非常多的，那他们直接就说，就别多说了，我就直接加入就对了，然后我就在做。所以当我一展示这一些图表啊，这些信息图的时候，我不用再说更多的，我真的不用浪费的，对，我全部看那个图表，他们就说好 ，yes， 我就去了。所以没有人会对这个$20,000说不的，你知道吗？那 Lucy 刚刚有说到有700人，对不对？刚刚有说到700人已经跨过了这个奖金级别。那你将采取什么样的第一步来确保这次的促销中锁定这个奖金呢？那只有一样东西你要做，就是活跃起来，活跃起来是你该做的东西，告诉更多人关于这个东西，让更多人加入。那当你每一个级别在跨级别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在慢慢慢慢的做起来，对不对？不需要太慢，其实很快做到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缺钱。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商机，当你的这个梦想很大的话呢，你就一定可以达到的。因为呢这个就是在激励你的东西，在让你进步的这个事情，那你可以做到了，你就可以锁定这种奖金了，就去做就对了。对你来讲，谁是被锁定到的？可能是新来的伙伴吗？还是新的经销商？还是什么？啊 ，Chris， 每一个人都要和我们合作的话呢，都可以拿到的这些奖金。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只要他要做的话，他要钱。他如果被裁员，他没有工作做，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财路啊。他们也不管了，就别说这么多，就去做就对了，对不对？
对，对他们来说，尤其是现在我们有用吗？我们有这种那些很好的平台，这种网络平台，对他们来说是分享这样的平台的时候，那尤其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奖金，他们也赚到很多很多的奖金，而且不要后悔，也不会后悔，没有遗憾，就全力以赴。因为呢，他们在七月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刺激、紧张还有兴奋的。那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个大蓝图嘛，对不对？有21天的这个习惯性的计划，那你可以告诉我要达到这种促销的特定水平，现实里我们的里程碑，我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呢 ，Jeunesse 这个公司非常棒的公司，全球性的，我告诉你，而且呢，他要达到这个促销，而且呢，他们有准备了很多的这一种，这些要入门配套、入门套件，都准备了很多新来的那个。那如果是翡翠啊、蓝宝石啊、绿宝石、红宝石等等的，因为你必须要有特定的人数进来的一个团队嘛，然后你一定要做到这些级别，然后呢，很多人。一定要加把劲的准备你们的 PGV， 因为 PGV 就是可以特定你如何级别的下一个的这个级别的这个里程碑。因为呢 PVG 呢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你要做多少的量，多少的量。好，很棒，那就是你的级别，还有你的资格，再重获资格，还有你的 PGV， 很好。那最后一个呢，问题我问的就是如何最大程度的促进一个团队、一个凝聚力、你的合作，因为奖金吗？因为钱吗？还是你们的团队能力呢？那其实，在4年前的时候呢，如果要创造一个很棒的跨世界啊、跨世界就是跨国家级的这一种领导性的话呢，你其实，在国家做得到的话呢，你其实在跨国都做到的，因为这个呢，就是那个能力，我们的公司做到的那个能力，就是可以到这么厉害，就是可以去到全世界的。那在全世界性的话呢，因为这个世界公司性的级别，每个人在世界不同角落都可以达到同一个的这个促销，只要你达到的话呢，我们就给你钱，就是那么简单。你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的可以做到，我们的就不能做到？我们已经做到，在2020年做这个事情。你要告诉你自己，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在外面的那一些下级，他们的就是下线，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当你已经知道你们的这个大蓝图，你们的级别，你们讲好，我们一定会做到的话呢，我们全力以赴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是得到表扬。我们的表扬是我们要庆祝我们的成就。也露西有说的，有700个人也做到嘛？那700个人，我觉得他们现在呢也正在认真，然后正在持之以恒保持这种提高能量的水平。那朋友们在这里，有谁在这边看 live？ 我要激励你们，你们一定可以做到的。好，非常谢谢你，我知道你真的是非常棒的爆发力的，在做着这个事情。那你真的是以身作则，为很多很多的经销商还有总裁们都真的是以身作则，非常谢谢的伙伴，非常谢谢 Todd。 好，再会了，来，谢谢呢我们呢，那当我们看到呢，这里呢有很多在这边都同步在看着我们的，对不对？在世界各地看着我们的。那如果你觉得呢，哎，好像缺少一些能量，水平比较高，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哎，你没有一些，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在会场做嘛，现在呢，我们有来自纽约，来自 DJ Rankin， 来自纽约的现场直播表演，欢迎我们的世界公司型的 DJ。那在过去几年，在全球活动中负责推动能量水平飙升的人啊，在这里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能量水平，并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听觉上的乐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奖品要送出。来 ，DJ， 我告诉你，我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做。非常谢谢 Chris， 我很兴奋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其实就在我的车后面，我在一个车厢内啊，而且我改造我的车厢了，好像个派对所这样子。那在这里我很兴奋，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很棒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 giveaway， 就是要送出在一分钟内，我给你们个游戏，一分钟在你的面子书上，去到我们的杰斯，也是 Genius Global， OK， 那个名字杰斯，真是杰斯的面子书在这里进去 Genius Global 这个面子书，你进去这个名字，我在这里要给你们奖品，我给你们三个问题，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去到我们的这个面子书 Live 的下面的留言，给下三个答案好不好？我会问你。那如果同一个人、同一个伙伴啊进来的，有一个伙伴在我们的留言那边先写的话呢，我就会送给他。你们要比快好不好？这个是速度。来，这边 DJ， 我会给你们 reserve， 我会给你们。哇，这个 reserve 每个人都很想喝的 reserve， 一盒的 reserve 送给你们。非常棒，还有 Revitaly， 还给你们配套，就好像你的生日套件，你知道吗？一个配套好不好？没有一样的，这一套的给你。那现在你准备了，来，现在呢，给你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哪一个级别可以进得来我们的，可以上升到我们的这个钻石，钻石级别的呢？啊，记得看看我们的视频这边看不到的荧幕。跟着这个问题我问的呢，就写下你的答案。2020的级别。第二个问题，来，提起一下。Linda Brian 呢，是不是第一个可以创造你在这个事业上？来，再一次，是不是 Linda Brian 是第一个的方案呢，来创造事业的现在？来。跟着我的这个视频，跟着我的这个荧幕，写下你的答案，我就会送给你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多少个？其实我们杰斯全球有多少个办公室？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有多少个办公室？全球的杰斯，你三个马上留言三个答案，还有你的这个名字一定要正确哦。然后呢，你就会拿到 Levi's Blue 还有 Reserve， 我就送给你啊，第一个留言的朋友。好，好吧，来这边。好，非常谢谢，来给你了 ，Chris。哦，谢谢 DJ。啊，我知道现在，我觉得现在其他的平台真的感谢你呢，因为在这里跨，在你的这个房间内创造成了一个派对场所都可以啊，非常棒的你。那这里有三个，那第一个我已经有了，那第二个我们有 Linda Bernard， 那第三。就是我们的 Leader Burner 会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因为 Leader Burner 从我们的这个双钻的 Leader Burner， 那其实我们不需要再介绍你了，但是我还是介绍你好不好？那其实几个月前的时候我才见他而已，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他了。来看看，所以刚才我们问你那个问题 Leader Burner 对不对？那现在欢迎我们的 Leader Burner 从澳洲的连线。Thank you, Chris, for that introduction. I really. 哎，你好，你好，我是双钻，哇，非常棒！今天呢，我的荣，这是我的荣幸啊，可以被邀请在这里的印度还有非洲，我朋友也有在这里，我觉得。那这一次呢，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时期，很疯狂的一年，我可以告诉你。而且呢，如何在危机中创造起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主题。那这个真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那其实你是怎样去监控的呢？你怎样去操作的呢？很多人都会问我。那如果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杰斯，哇，你可以看到杰斯现在的生意额是在增加的哦。它并不是下降，它是增加的。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你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东西。那我知道，在33年在这里的时候呢，在这个行业，我看太多，有一定是有很多高低起伏的这个行业，在这个市场上，可能有一些伙伴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瓶颈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的收入啊，可能是经济啊、财务啊，这就是他们的挑战。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钱，因为这个疫情或者被裁员。但是
网络平台都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信息的。然后现在反而这一种，你看我们都要用互联网来联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凝聚力特别的不一样了。来到这一次的这个瘟疫这疫情，那给你一个几个的观点吧。因为现在呢，我们创造的东西就是通过这个疫情吧，每一天都在改变。就是每一天我都一直在看新闻，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一直出来。可能这个国家正在受困，那个国家正在关闭。那其实我们该怎么从危机中创造起来呢？这个就是看你的脑怎么想了，你的思维怎么想了。那尤其是在这个那么疫情啊，那个疫情让大家都非常压力的情况下，就你要好好的适应。你要如何适应在这一种期间？那过后呢？就是你的这个思维所改变的东西，然后呢，你就调整好你的思绪，你该怎么做？你现在要怎么做？现在你在家里工作，你该怎么做？未来到领导力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呢都是要给我们的下线，你不只是要一直夸大那个问题，其实你要夸大那个不要说问题，对不对？不要一直在说问题，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改造一下，就是那个方案你要怎么做，你要夸大你的方案。那尤其是领导能力的话呢，尤其是领导者们的总裁们呢都非常棒，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样的激励你的下线，而且呢你要知道，哎，我要有个不同的大蓝图和计划给你的下线。那我的话呢，我会告诉你，我会选一些我一路来都相信我的人，就是我要提拔的人，也愿意让我提拔的人。我们来想象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告诉你，当这一次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关在家里吗？当我们因为没有人知道几时会得到资讯，其实这一个瘟疫会过，其实这个疫情会结束，其实这个针会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但是会给你知道的，就这个时候是问题吧。那我就不说问题，我告诉你，来，我们来看这个行业，你该怎么做，怎么样可以拿奖金。第一，你要有一个好的思维，因为呢，没有人会因为这些所给击败下来的。因为我都经历了那么多，有一定的经验，不要让这些不好这种负面的情绪啊影响到你，对吧？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做领导的都要给我们的下线，哎，我们别看这些疫情了，因为这疫情一直无所不在，你怎么防？防不胜防，好不好？就别说这个的，我们就不要那么的关心这个疫情，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的这个行业。接下来就是要如何保持这一种良性的这一种思维，良性的这种思绪，做心理准备。那你看到也是公式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些人，那700个人他们怎么可以做到晋升的？想象一下，那700个人，想象一下我们这种领导，哎，该怎么可以做到更高的一个级别？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想一想，该怎么可以帮到你的朋友、你的这个伙伴、你的经销商？这个良性的计划要出来。然后看到这些的话呢，你就不觉得其实不会那么的难，只要你有这个很棒的这一些，尤其是来到我们的 Zen， 那再一次，真的是给到我们很多，有些新产品出来的时候啊，新促销的时候啊，那就是非常棒的方案嘛，对不对？那些方案就是我们要告诉别人的。那如果疫情来袭还是怎么样的，都不影响到我，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我的方案，我的方法落座对的，成功就绝对的。那还有，接下来就是你要放哪一个你的价值观要对正，然后呢，你放哪一个做第一位？那有一些他们就会呢出现一些方案，有一些就告诉你的伙伴啊、你的朋友、别国的，而且你们现在在家没东西做，我们现在有这个奖金计划什么什么的，其实都是很吸引人的。
然后呢，你就可以跨国性的和他们视频等等。那其实这个市场很大。今天杰斯的这个生意呢，今年做到会比去年更棒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都不需要见面，都可以达到对方了。然后呢，这个呢，做培训等等的都可以在家里个跨国性的来做。所以这个呢是良性的方案，对杰斯公司来说这个是个良性的方案。还有呢，你需要有一个良性的这一个思维，因为呢良性的思维真的可以改造你要怎么创造你的事业的国度。那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这个思维呢真的是影响到你的行业，影响到你的钱财，影响到你任何每一样的东西在你生命中。然后你一定要分享出去。第四，我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呢适应起来。那现在我们不可以创造比之前2019年所创造的东西，因为都不一样，我们可以见面嘛，那个时候。那这一次不同，我们怎么样可以还是很有资源性的去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伙伴、我们的经销商更多的这种更新的消息。那现在呢，我看到更多的人呢都已经进入了这个互联网。那其实互联网这个很棒的平台，那现在因为我们已经不可以面对我们不可以预约别人一对一的讲解这种东西在餐馆嘛，对吧，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不可以面对面，我们现在的面对面呢是要上网，就像现在我们面对面，对不对？通过的网络平台，这个大平台这个非常棒，用 Zoom 啊，用一些不同的工具，这种网络工具来帮忙各位。那因为你要面对面，我们现在也是面对面，对不对？我不需要来到你的面前，那我在视频上就可以面对面了。所以这个呢用 Zoom 用这些也是可以做到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电话，因为呢我们的手机电话很重要。每个人今天在家里面都是面对他们的手机电话滑啊滑啊滑的。所以我在之前做的都有一点点不同。我这次呢会有更加多的视频，我更加多的 Zoom， 然后有更加多的用手机电话联络他们了。第三，还有来到你的这个领导能量的话呢，你要想一下你是被谁领导，你是被谁启发的，你的启蒙老师是谁，那你要怎么跟他紧密合作啊？可能有来一个 Zoom 啊，还是可能来一个视频上的聊天，给他开导开导一下你，给他知道一下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有一些呢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用这个平台，用这种互联网的平台都可以的，因为我们都可以面对面，都见面都三分情，所以都可以刺激到你自己的思维。所以你不可以说现在我不可以在公众场所见你，但是现在如果疫情慢慢慢慢的降低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可以见面。那现在的话呢，那也可以一对20个人、30个人，你可以用 Zoom 打个比喻，是一个非常非常棒、非常厉害的平台。我告诉你，那今天我们也是一对多少千个人嘛，对不对？在这里，所以呢，在印度团队的话呢，好像我印度团队，还有南非洲，我也是在那一边用杰斯，好像杰斯在之前和百多个人见面在那边。就是用这个 live， 就是用这个直播，就是那么的简单，也不需要见面，在这个情况下，对不对？当然希望我们是可以见面了，我希望我们是可以见面的，但现在不能嘛，因为情况所逼，所以放心，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工具。那现在呢，是时候呢，要在危机中创造这些生机勃勃的这种商机，给更多的人。那来到这个呢，我都一直在正在学习的，然后就可以看到哇，其实你可以非常非常棒。来到我们的互联网，来到我们的社交媒体，我告诉你，社交媒体、我们的面子书等等的，给他们知道你是良性的，你是良好的，你的思维没有被这一些负面的新闻给打倒，
你还是 站在自己的这个立场非常的坚定，而且尤其是来到这个互联网啊，我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哇，你要善用啊，因为很多很多人现在都在用社交媒体，很多很多人都在用面子书、Instagram 这些的，用这些工具。那朋友们，现在是时候呢，想一想，看一下，和你的朋友用 Zoom 见面，打个比喻，然后就和他们、和顾客们见面，和顾客们在网上见面啊、哦，我是说，然后呢，告诉你的下线哦，促销，问问他们，你们怎么样可以度过这个危机？你们是否有面临很多危机呢？你们有没有危机感呢、啊？就问他们这一种问题，就跟他们聊一下天，因为你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那当然，我们的其实也是非常兴奋、非常期待，可以听到他们更多的这个回响，他们的反应如何？那当然，还有我们也知道，还有很多很多人都在想着，在这个危机中要怎么样出来，这困境里面要怎么样。爬升出来，就这些，你要在寻找他们。这些人都一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在哭泣着，在等着我们的这一些机会来达到他们的。那朋友，在这里不只是工具，还有在这里你要危机中的，你要创造出这一些，非常棒。我知道有一些难度，有特定的难度，尤其是在家里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还蛮挑战性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人其实是怕的，他们是恐惧，他们说我看不到未来，我看不到这个疫情中，我看不到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是现在呢，当这个事情越来越久的时候，已经好几个月了，这个东西，他就觉得是时候，我要坐下来想一想，接下来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因为这个疫情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消失，所以你该怎么样有一个良性策略，你的策略该怎么样的去执行，你的计划跟大蓝图，朋友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我该怎么样去激励我下面的人呢？我该怎么样去让他们不要放大那个问题，反之他们要放大那个就是放大他们的那个方案要如何呢？所以每一个人他们都很担心嘛，对不对？他们所扮的这个角色，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身体要健康啊！如果没有健康的话，什么都做不到。所以当你有了健康的时候，那个就是第一个方案到了。那第二个方案就是你该怎么继续做下去。好的方案就是分享给你的下线。我相信很多总裁、很多高级别的人在这里看着我们，因为今天我们非常兴奋的告诉你们，在危机中创造起来，你们一定不要放大问题，一定要放大那个方案，而且是良性策略的。哎 ，Jeunesse，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的杰斯公司就是提供了我们很多的方便，尤其是在这一次的疫情下，我们在工作，在这个家里呢都可以做到的。非常谢谢您的，非常感恩，你充分利用的每一个的时间跟我们说，而且你也很棒，这双双的都在澳洲做到非常棒的成绩。这个月我看到你，我还可以看到你的那个胡须非常多，对不对？对，放心，好。那现在呢，如广告所示呢，我们接下来要让泰国的双双主要跟我们讲话，但是很可惜，昨天我和他谈天了，他根本谈不到天，他身体不舒服，他这个我告诉你，他的喉咙快点失去了声音。对了，但是他一直说放心 Chris， 我不是新冠肺炎，我不是 OK 好不好，我没有动肺炎，我只是纯粹喉咙不舒服，我身体也不舒服，所以我就马上来找了另外一个替代呢。Robert Chanan 也叫做 Mia， 也是为 Mia， 那他呢从泰国和我们连接。嗨 Mia 你好，非常谢谢 Mia 你今天，因为我们哇真的是没有做出任何的通知就马上联系你了。我知道你的英文没有那么多，可能你会用泰国来解说，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你就用泰文来说就好了哈。但是呢我们有英泰口译员来讲解的，放心。那其他呢他们会延迟，因为他们过后呢会用英文去到其他的语言，所以呢可能你会被翻译成十个语言，好不好？你就说泰语就好了哈。那你今天要说的话呢就是成功需要被改变的，来妙。今天呢那五个月前我有看到很多的不同的改变，因为这个疫情这个状态。那我们也有听说过了很多很多新的普通，然后呢然后我也知道呢是时候我要改变我自己了，如果我要联系这全球的话。在五个月前的时候呢，当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紧张了，我们该如何改变自己啊，改变我的工作啊，是否会没有工作啊，要如何来。我的话呢，我很多很多的会员在这里呢，他们真的是很棒，他们就说哈，没有问题，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的模式好了。那这个呢，这个泰国的迪士泰国的话呢也是正确的模式，因为现在呢是最好的时机。还有呢我也要感谢各位呢利用这个疫情发展发现更多更多的这个新商机。还有在这里呢也是也提供了很好的工具还有平台给各位，我们现在全部都可以上互联网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机用我们的这个家里这个平台电脑都可以的。还有在通过这次的机会啊商机，我会说你的这个生活也会完全改变，但是呢你会完全改变你好的商机，因为我们有提供好的的模型，而且别停止改变，别停止适应这个新环境。那这一次呢，就是你们的商机，就是你们的这个机会呢。
用我们的这个很棒的这个销售技巧，来自杰斯的，和你们身边的朋友、你们伙伴呢去分享，然后呢，进而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一直用你自己的旧的方法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看到新的这个新希望的话，或者没有新的目标的话呢，如果你不改变，你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不改变你的观点，那其实就常做的话呢，你不会达到任何的机会的，你不会达到这个成功之路的。通过这个机会呢，我需要激励各位，鼓励各位一定要加入这个杰斯这么棒的平台，因为呢利用这个时机，这个黄金时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品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帮各位，这是一个盈盈的模式，就双赢的模式，因为呢可以让我们来适应这样子的这个疫情的状态下，都可以达到自己的这个巅峰，非常谢谢。好，非常谢谢苗，也非常棒他说的要点，来的，哇哦，让我们期待，哎，来，我们来点能量。刚刚我们的 DJ 不是有说了那三个问题，对不对？看来我很多留言已经有说了那些答案啊，那再继续，等一下最后呢，我们就会去找我们的那个赢家在哪里，好不好？我们来 DJ， 来 DJ， 我的弟弟。那就在我的这个浴室哦，我就在我的家里。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各位玩三十秒，我给你们三十秒的时间，朋友们，三十秒去到我的面子书，结束 Guinness Global 的这个面子书这边，来到这边，那怎么样？我给你一个奖，但是不是一个奖，那我给你三个奖，三个幸运的儿，就是现在在这里看着 live 的三个幸运儿。我要送给你的东西什么呢？来，我展示给你看。哇 ，Reserve， 对了，还有更多的 Revital Blue。我不只是给音响，我跟你说，我是给三个，好吧？我给三个给你，就是好给你们。啊，这个会是你的，来，我会告诉你如何去赢。来，这个时候三十秒而已，我给你一个时钟，三十秒，你要三十秒的时间回答以下的问题。啊，我会开，来，我开启这个时间表，我开启我的时钟给你看。那第一个，在 Genet Fly 第一个看到的，来，然后呢，你可以留言到正确的答案给我的话呢，你赢了。来，第一个问题，看看我的视频，在哪一年？别吃。是被创造出来的。三十秒，哪一月哪一号啊？更好了啊，在哪一个年份？十五秒，是家庭们，家人们。哇，我看好像有一个出来了。哪一年，我们的杰斯已经被创造出来了？看，然后来第二个问题。杰斯的名字是什么？最棒、最香、独特
最销量的一个产品，最销量销量最高的产品是什么？来，快点，一秒钟时间的呀，我一定要在 comment 下面那边留言起来，因为我们都是看你们的留言来采取看哪一个赢家的。你还有十秒钟，我们的家人们。三、二、一，好，我们最后一个，也连续很快，我告诉你，一定很快，还在这里。好，我们的是否会在2019年是在哪？是在哪一个国家？亚太区哦，亚太区。2019年亚太区是哪个？来，五，还有30秒，看这个视频来作答，好不好？就看那一个，我这边有 white blue， 我这里有这个 reserve， 我可能就是你的。还有15秒，4、3、2、1，很棒！哇，我已经看到了，一直乒乒乒乒乒很多的出来。很多，而且我告诉你，很多都是正确的答案啊、哦！好，我看到这里，来，接下来我们有啊，我很喜欢的一个讲师，那他呢，都一直都是在讲课呢。他每次呢，他是来自美国的啊，我看出来，在美国我们都很熟悉他，他就是 Samson Lee， 从他美国的家 ，Samson 你在吗？嗨，你好，哇，很棒啊你，真的，因为我们这每一次来做直播，都是一场比一场的来的棒。啊，来，你可以告诉我吗？那其实我今天，我不可以告诉大家如何赢吧，我只可以告诉你大家做吧。哎，你好，朋友们。来自亚太区的朋友们，哇，你们在好远啊，但是非常想念你们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真的很忙，在上网。那今天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直播，对我们的这些钻石翻转来说，而且今天我也学习到很多，而且也很准时。非常感恩林的喵他们的这一些解说非常棒。那今天我要分享，就分享有一些比较核心价值的东西吧，就是其他的当时有所说的。那今天我们就说 The winning game， 要如何赢这场游戏。那其实你要怎么赢就去做啊，很简单，可能你可以现在记载下来。来，我们有下一个，哪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一个想法。当你想，你要想象，你有好的想象，你才能够赢嘛，对不对？那当你已经知道执行这个方式的话呢，其实你就是赢家了。你每次都要问自己，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你？那当你看到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是你？我知道之前在2009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完全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我就左看右看，然后有时我就去上一些领导的课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们就一直在做就对了。所以，那第一个我要说的话呢，就是你的思维。你必须想象一下自己的思维，也很重要。那当我看回吧，这是5年的心路历程，在这个行业，怎么样可以成为今天的赢家？第一，就是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说不知道，因为我们会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像今年，很多人都没有想象得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能力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好啊，
应该是怎么说？那与其说算什么呢？我们有时候有开会的和解释，以及在行业上会有看好的、没的、丑的、不好的都看过了。那从没有，从零鸡蛋，然后现在慢慢晋升，就现在钻石，稍微有了一些的东西。那今天和别人一样，很多人都不知道外面还有什么风景等待着我们，有什么新境界等待着我们。所以很多新的东西都是从未知数而被改造成的。那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事业、这个行业，你要怎么穿衣？你要有很多的东西在你的背后，你要准备好啊，这种方式。那当你要来到你的生活上啊，你的生命更有意义，来到你的事业上有所进步的话呢，你看到有什么东西爬你下来的，拉住你的脚的，你就想断它就对了。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激励各位，你要有个好的思维，然后你要有一个思维去，好像个空杯的心，你要加下全部的这些水，那你可以吸取更多，学了再学，学了再学，一直在学。然后呢，因为接下来你要有开放性的思维，因为你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就是你要感恩你从哪里来的，然后你要去哪里看，可能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难以想象的一个空间。如果你的目标是那个月亮的话呢，可能你也未必得到月亮嘛，对不对？但是当你全力以赴去到月亮的时候，可能你掉下来会是星星啊，所以是很靠近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这个联络是谁，你的联络人。接下来还有比较技术性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技巧，很重要的，很直接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就把那个基础打巩固好啊，那个基础一定要巩固好。还有呢，不要一直在卖，你不要一直在卖，你要在帮忙，你要用帮忙的技巧去走这个帮忙的路线去走，因为现在的很多人需要帮忙啊，不是需要你一直赚钱那种。因为在杰斯他们有一个很棒的这个技巧啊，他们也准备了很多工具啊，很多的入门配套给我们的，对不对？这个公司非常棒，所以我必须要感谢这个公司，因为你们准备了这个大蓝图给我们直直走，还有那个促销，我很兴奋那个促销，这个 Diamond Vision 的。还有呢，你要学习如何去和告诉别人关于这么棒的个促销，分享和别人在面组是分享啊 ，Instagram 分享等等的。还有你要学会如何去做这个促销，去分享，就是和你的领导在一起，和你的这个伙伴在一起，这个凝聚力很重要。因为呢，很多时候呢，你就是要如何善用这些工具来达到最高的这一个回头。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全部东西，我们还要互相学习。如果你重新开始的话，你可能未必知道你接着下来要做什么，你需要别人的帮忙啊，你需要同行的支持的。这里的上线的下线非常重要，你的朋友带你进来的朋友非常重要。你要准备好一系列的问题，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去转学。最后一个视频，你需要就是收入，然后呢你需要分享出去，其实分享出去就是最简单的啦，就是在这里就是 like 分享留言，你想赞一个，你要放爱心啊，我很喜欢人家放爱心给我，问爱心真的是很激励我。但是爱心对于你们的长期，因为是个爱心在帮忙别人。我记得几年前 Kiwi 我的老师告诉我，你一定要冲矿啊，你一定要扩散满满的这条数字，这样子你要上班，就是因为你没有时间，我想了你一定要帮你的下线等等的。看很多时候啊，我看到很多人都很抗拒，都在危机中，然后他们就在怀疑这个可不可以可行啊，这个可以不可以走啊。看这个时候呢，你不应该浪费时间在看这些问题，你必须要看看我该做什么，或者利用这个时候在家里我可以做什么东西。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学习，我学习任何东西，我学习全部东西来自杰斯公司的
可能你可以问一下你的这个暂时上线，看你该怎么做。所以，对我总结了的话呢，我得说，很多很多的这个良性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商转啊、上站啊，还有暂时的这些领导，我们的这些而且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在，这些总裁们都是在准备的支持我们。这次的疫情的话呢，是个危机，也是个商机啊，要记得这句话。所以感恩你们，非常感谢各位身体健康，谢谢 Chris 来。哇，我其实很喜欢 Chris 的那个背景，哇，我也想搞一个这样子的背景，你知道吗？几个月前我在就是还没有疫情还没来袭的时候吧，我还在这个地在因为演讲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哇，我应该拍张照啊，那个时候。非常谢谢 Samson， 来自美国的。好，来呢，我们有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 Dennis Windsor， 我们的 Dennis Windsor， 我们的开发首席主管 Dennis， 你在吗 ？Dennis， 啊 ，Dennis， 你听到我说吗？对对，我听到了。突然间很大个在我这边看到了，来。告诉我，哎，你好，我非常兴奋。因为刚开始我进入 Zoom 的时候，然后我就一听到 DJ Rankin， 我就说，你知道吗？多能量来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时间点完全不同啊，因为我们现在是跨国性的 Zoom 嘛。哇，我非常兴奋，来再次进到来这里，加入了我们全国性的这个公司。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观看着我们，多的伙伴总裁们都在观看着我们。所以我也看到了你们所做的一切。现在呢，其实我可以跟你说，比起以往之前的十年前，这个改变了很多。所以我的杰士公司也不例外啊，也跟着一起跟着这个模式。所以我们现在就去了跨国性了，我们要全球连接，我们要凝聚全世界。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颜色、你什么人、你什么种族、什么族群。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有一个观念，有一个理念，就是和我们的公司在一起啊，心连心。那我觉得从 Chris 来到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那这个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就是说，你这个机会啊，商机，我看到的满满的商机，从这个窗口看出去，全部都是机会，我看不到危机。来到要开启这个公司的话呢，十年前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会有危机，他们没有想过会有这一些要在家里工作啊，谁会想过会在这一刻。所以在这一次呢，我想说的是，你也可以和各位一起分享来加入你的行业，你的事业。我们有这一些电子性的和电子系统，我们已经准备给各位了。那尤其是在这次的瘟疫情况下呢，每一个人有一个不同的语言，活着不同的生活，但是放心，我们这个一连贯的都可以一被征服，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产品是国际性的。那 Chris， 今天你的朋友可能你想，你的朋友可能今天有些他想要赚取一些收入，你可以告诉他，嘿，我要。我也要和你一样赚钱，没有问题，你去做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这个公司就是准备给这些不同的人，不管你在哪一个世界的国度里。所以五年、十年，你做的越久的，累积的这个奖金就越多，你累积的这个收入就越多。所以 ，Chris， 我相信来到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市场啊，非常非常大，你知道吗？在这一个时刻，因为大家都在担心着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健康种种因素，我们全部都有了。我们这个是全球性的，我们这个是全冠性的这个市场，准备了给各位。那可能你说，不只是在我的地区，你也可以
好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占用全冠性的，你可以看到全球性的资源，我们有140多个的国家，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个了，对不对？然后你在你的家，我在我的家，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这个国度里啊，在他的空间里一起来看着这一个视频，因为你的未来就是现在的，而且你要相信一样东西，你要知道我们正在善用我们这个国际公司，我们这个国际公司，我们正在善用着每一个语言，每一个平台，就是为你达到，为我们达到双赢的这个模式。那现在呢，我们会有30多个语言，而且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听到了不同的语言，所以也不会有这个语言性的这一个隔局啊，每一个人也没有这个语言上的这个间隔，这个困难等等，他们也不会说我不明白，每一个人都会明白，他们都有翻译，而且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办公室，我们也有这个很多人都在找这样子的公司，你知道吗？杰士公司就是这样子的公司。我们又越多人加入的话呢，越多人做的话呢，你就发现到原来越大，这个杰士好大好大，无界限啊。对，我很多年前我加入了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的感恩，他们创造这个的模式是非比寻常的，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的，而且是非常艰难的。而且第一，我们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就是要创这个公司的心路历程啊，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大的动力，而且我们有准备了很多的设备等等的，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一些首席啊，我们的主管啊，我们的总裁，我们的不同人，前台幕后的人都相信，第一，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不管哪一年都好，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全力以赴。那 Chris， 我要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今天今晚今早啊，各位国家都好，今年2010年我们一定会做到更棒。通过这个疫情，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商机，就看你是反面还是正面而已，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更加棒的这个机会。现在我们该做什么？我听了 Simpson 说了，我听了 Lisa 说了，那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你知道吗呀？因为这些人做到的话呢，大家都是可以做到的。我喜欢他们所说思维呀、等等的这些关键词，这些都是我们要的东西。还有你的这个态度、你的心态，你怎么来观看这一类型？第一，你一定要专注，你要关注现在该做的什么，接下来的90天你要做的计划是什么，你的蓝图有没有？现在还有到5月30号你要做什么？到2020年月尾你要做什么？2020年的年尾你要做什么？那这个呢，因为就是你做的越多的话，你就越幸运，越多人会加入你等等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越简略越好，越简单越好，就给它维持简单性的好不好？那我这里有白板嘛，对不对？那这个是这个20年吧，头20年我在这里。在这20年的时候，我创造这一些，我画个圆圈，我180%的话呢，我有75%，我的时间是引进心血，你知道吗？心血就新的人，75%我的时间都是引进心血进来，那25%呢，就是改造他们、改变他们、引导他们，这是我的时间管，我的时间管道。所以呢，我的管理时间很重要，很清楚，你要很清晰你的方向。所以我很感激我可以和我的团队一起紧密合作着，凝聚在一起，通过了这一次疫情，我们扩展到了另外一个新境界。而且现在 Diamond Vision， 很多人说 Diamond Vision 5月6月的这个促销简直就是送钱的促销啊。那这一个促销呢，是给我们的头4个的高级总裁啊，就是我们的蓝宝石、红宝石、绿宝石等等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一定要改造他们的人生，通过了这个促销，你也可以马上，可能现在你就引进了一个人进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可以高达我们的奖金高达20,000美元呢，你去乘一下你这次的汇率，他们可以赚到比之前10年、5年做总裁还要多的，你知道吗？接下来的呢 ，Chris，
你就是现在呢，你要起来了，你要去执行这些任务了，你要开始了，就算在家里，不管在哪里都好，因为你现在没有出去外面塞车嘛，你没有塞马路，你就是在家里。过五年的时候，你就看到奇迹了，因为你今天所做的努力呢，一两年后呢，你就会看到完全不同，截然不同的你在2025年的时候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新世界？让你这五年呢，成为一个使命，你就做这五年，持之以恒的去做，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因为呢，你已经连续你连贯性的这种动作呢，都会把你把它当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原汁原变的，在这五年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多倍的这个收入给你。所以你今天你一定要开始，无论就坐下来想一想，到底我的梦想是什么？是我的家人吗？我的这个钱吗？我钱财吗？还是我的国家经济许可？还是什么？我该怎么去帮助我的国家、我的人、我的下线、我的上线等等的？然后呢，你不要恐惧，我告诉你，因为这个疫情一直会迟迟缓缓的下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怕。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能够看的就是我们要缩短这种问题，我们要夸大我们的这些良性的这些策划或者策略，还有呢该做的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非常感谢我们呢、竟然有杰士在这里，杰士在这里帮助我们，因为杰士这个大家庭就是互相帮助的。当我们凝聚在一起，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或者当我们 Zoom 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脸啊，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朋友，不同的种族都凝聚在这一个的平台这里。所以那个时候玩玩的时候就是说，哎，在这个窗口你望出去，你看到的是什么？很多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你知道吗？你要爱这些人，你要爱这些人，因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带你不同的启发，带给你不同的这个教导和教育。所以我爱你们 Chris， 非常感谢你，会教会给你，感谢，非常谢谢 Dennis， 非常谢谢 Dennis。 如果呢要说到这个全球平台性，这个全球平台电子的话呢，哇 Dennis、真的是非常棒，非常谢谢你，希望在亚太区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你，谢谢你，非常感恩。我希望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直播与你同在，非常谢谢 Lois、 Lucy、 Linda、 喵、 Samson、 DJ Rankin、 来到 DJ Rankin 来、有所承诺的我们的有这个终极赠品要送出，对不对？因为呢我们也会有幕后的工作人员会有电子邮寄给你的、有一些。那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季节、因为是 Ramadan 对不对？哎，我们的马来的朋友们 Selamat Hari Raya， 开斋节快乐。来，在亚太区的，来我带上了我的双卡。那在这里呢，非常感谢你们的加入，尤其在这个 Ramadan 的季节里。然后呢，你可以去到 Dream Mobile， 你可以去到 Dream Office和我们继续的联系，非常谢谢，祝各位安好，还有注意安全。那记得再一次，我们是 One Team, One Genet, One Family, Have 各位安好。